那边有个小洞哎，要不要看一眼？不是，是带灯的，里边一堆那种，特别像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？菜花、西兰花的那个质地。你可以看一眼，嗯，是吧？这个洞是可以过去的。哦，又是钻狗洞，我操！哇，里边好深啊！没有，我别有洞天，别有洞天。也有冬天，先走。对，有可能。对，这边是。对，这个路是不太通。我从这边走，这边也能过去。哇，哇塞，这还有个小洞，哇，里边好像是个小小小的口，不知道能不能接着往下跳下去。其实感觉是刚掉下来的，这几个石头。深啊！哇哇！哇，太美了！等会儿来这儿拍一张。这个像一个狗在喝水，有没有？狗头，这个是它的前爪。哎，有点像，这个是前爪。这个是头，然后这个是嘴，嘴在喝底下的水。嗯、上面你看这还有脖子。上面哦，好像是那个蜜蜂的那个巢，或者是鸟巢。哇，到快还没到头，这还有个小小洞，好多那种藏人可以藏人的洞。这边是这个小洞，看起来是不太通，这个也是。这个看起来还是往里通着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哦。这个不敢走，哎，到头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很深的感觉。这个地方很深，这个地方就可以 caving 的，这个、地方真的很深。